五加球第五位，看青岛海牛老将江宁在禁区前沿施展凌波微步，闪转铜锣尖，送出妙传，助张卫一击致命。五加球第四位，看梅州客家杜加利奇神兵天降泰山压顶，火箭头锤势不可当。五加球第三位，看长春亚泰莱昂纳多穿花细蝶般闪开防守，冷静低射，一箭封喉。五加球第二位，看北京国安杨立瑜球到人到，凌空抽射，毫不拖泥带水，竟是一派潇洒风流。五加球第一位，看梅州客家陈哲超远程突袭，石破天惊，利剑出鞘，于千里之外取上将首级，为球队斩获赛季首胜。